不该。看你伫我房内面笑到这么欢喜，你是真正足喜欢吃迄搭乌顶的对吧？我保证，等你清醒以后，我会亲身带你去吃迄搭乌顶。因为房内面搁较那好吃，也比袂过你亲身去啉着樱花汤，你亲嘴去吃着。一种去收妈妈汤汁的代价，阿哥上亲的一句话的滋味。跟你讲讲的啊，我拢枵起来啊。讲真正好吃，你好吃。那呢，你一定要找我去哦。知影你的真心，多谢你不放弃你家己，多谢你。我哪有可能放弃？因为有人，他刚在我耳边，一直哭，一直念。讲伊有偌烦恼啊！哭了三天一夜了，我无想要搁看到你流目屎啊！因为我的唔甘。我哪有啊？这是我正常的反应啦。看到你向往真心，我自然的反应安尼啦。你是唔通误会哦，袂输我跟你做爱考同款。口是心非，我想要甲你吐槽啊。唔对，你是毋是真正真心？袂阁昏迷吼？啊，是毋是人咧讲迄种什么？回光返照的精神啊！你放心，我真正感觉我已经好足多啊。当时小黑变到这尔无胆，别跟我吐槽好不好？你敢知影？你知影吗？雄雄心脏衰竭，唔那是我，恁边小心小林前的高社长，伊拢差一点仔，互你惊死安尼。我有印象，我好像送你去手术室，唔知影是安怎，我的魂魄雄雄离开我的身躯。我有看到护士就在甲我急救，我出着急的，我就想要回去我的身体，啊，不过我却做袂到。你即摆是讲真还是假啊？你唔通搞遐惊呢？你莫惊，就是伫这时阵啊。听到你的声，你不知道是安怎，足激动的，你足激动在跟我讲，痴恋爱，我爱你，你不珍惜，这句话给我足大的勇气，
后来我的魂飞就搁倒去身体内底啊。所以，我迄个时阵讲的话，你全部拢听着啊？你真正有讲过你爱我？你不准我死，这款话，我敢是在喊你？你无听着，迄句话是我讲的，朱天爱。不知道是为什么时阵开始，你一点啊一点啊强占我的心，真有可能是你讲出一句我不准任何人拢看袂起库洛萨基一路，也是搁较早之前，我已经分袂清楚啊。为你总讲一句，一点爱。你是比我的性命更重要。重要到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。子天爱，你就是我的性命。你敢是条哥在安慰我，我是当作假设。我讲的每一句话拢是我的真心话。只是一开始我无迄个勇气，所以我才会跳过先骗你对我的付出。结果想怎样？你竟然无顾你家己危险。就算来看我，各位朋友用酒头替我把伊的破脸抢倒转来，结果害你受伤，害你发烧，就是为迄个时阵开始，我才发现我爱着你啊。但是我惊我会拖累你，所以我就把心肝俩摊开，把你撒开。结果想怎样？你为着你爸母的代志，伤心到想要放弃你家己。早知安尼，我就袂让你离开我身躯边啊。也袂当怪你啊，当然爱怪我。你敢知影？你调情的时阵，我的心有偌痛，痛到袂输，逐工都有针的位甲款。我看你倒伫袂床，唔知影是毋是会让我落来。几天我真正不知道是我是怎样生活的，我什么都没多想，而且我真正就后悔，那个时候我再也没把你找下来，是怎样中枪的人是你不是我。保护你，那你还想回答我？
我听你头家讲，我是你头一个娶去的查囡仔，那敢是真实的？当然是真实的，而且是一个我特别爱的查某囡仔。我愿意做苦乐三起一路的女朋友。苦乐，阿姐安怎？阿姐，你醒醒啊！傻掉。对，志勇爸爸，我真心啊，这几天让你烦恼啊。哦，小弟，是的啦，爱将向荣真心，我哩一日欢喜，就去甲伊讲话，煞袂去打电话你，甲你讲一个好消息。我那个爱讲嘛，叫一声爸爸，这条小，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说。子田爱，真正就是嘞，弄到我这条头，叫我爱情冲昏去啊，再差点我把你害死。我保证，我以后绝对袂去让梁品轩佮利用啊，请你即届原谅我好无？真正拢怪我。弄过我姐猪队友，弄过我姐大雷包，弄鬼哇！死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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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去怕了，你若是有啥物事搞错，小黑就会捡一个好兄弟啊！你紧起来。我。林叔拢无咧甲你计较啊！你看我要怎？计可怜啊！以后伊的意思，就是我的意思。今麦子田还随便说啊？你怀疑啊？看起来我真正是好青的，啊，我一来哦，不可爱伊就……啊，不是啦，是宇宙无敌最可爱的 K 色啊！啊，想袂到伊就精彩啊！啊，你看起来心情嘛足好的呢。好，大力，咱搁开讲啦。今日同你副议长，请伊过来，替阿强检查一下，安尼大家都放心。好。